那你婚礼是十月就要几号定？对啊，就是被宪哥讲出来了嘛，讲出来十月十号嘛，对，本来十月十号啦，后来他们改的另外一个时间，对，这不会有人相信的、啊，这不会有人相信的、啊，补没有用啊，对对对，没有用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算是补办啦，因为这次就请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啦，对啊，就是小小的办这样，低调的办这样，哎、欸，东方文华叫低调的办哦，靠，宪哥你很烦哎、欸，啊，不能讲吗？我哪有婚礼的地方不能讲，我哪会知道啊？这是晚上会去吗？欸，我那一天人在杭州，所以你也理什么？但是你会包吗？啊、我能跑要赶快跑，你还包怎么包？没有，欸，宪哥说要包一百万、啊，如果没有一百万，我再跟你们说。啊讲很久，我跟你讲，直接弄我就弄回你， okay, okay. 我直接那个点钞机摆在现场。